阳泉太原，前面就进隧道，距离山西阳泉25公里，巨城隧道1450米，马上出隧道。这是出河北进山西第一次过隧道，纪念我第一次扎胎，双响炮前后都扎了，哎，补胎，哎，新轮胎不好换，补完了一个，前胎、后胎继续，前方就进入阳泉，穿山而过。终于把大山出来了，然后现在赶往阳泉市，现在离我住的地方还剩8公里，从未感觉8公里居然这么长，这也许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这辈子8公里最长的地段了。全都是上坡，你给我整几个下坡让我爽一爽也可以啊，凉快凉快。哎，终于遇到一个下坡，哦，意境，这边好多钢厂啊，连续下坡，快到市区了，让我想到之前在福建也是连续下坡到福建福州市里，连续30多公里，太爽了。在阳泉住的旅店，把衣服全部都洗了，然后骑行穿的衣服，刚刚车胎又扎了，又重新补的。然后充电宝正在充电，帐篷灯都没电了，基本上。哎呀，今天好好休息休息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我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